是不是真的超可爱？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大小。那它的大小呢，非常适中，就很适合女生啊，可以放在大腿上。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啊，打电脑、打字、打字，就觉得说哦，好累哦，想要休息一下。这时候啊，就可以低头往下一看，有没有好可爱？就像是自家小宠物啊，在抬头看着你的那个样子。那这个后坐垫非常扎实。之外啊，它其实下面呢还有防滑的设计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吃饭吃一吃啊，会不会直接给它重力摔，完全都不会有这个状况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咖女孩子之，本周五就跟着我们一起嗨拜吧。冬天呢、就是要窝在家里啊，跟棉被秀恩爱的日子。冷冬不孤单，让宝可梦陪你一起过冬天吧。今天要来分享的、就是宝可梦跟 HOLA 联名的居家好物系列啊。可爱又呆萌的外形呢，配上非常实用的居家好物，今年冬天就带着宝可梦陪你一起过吧。宝可梦造型抱枕，我真的是抱枕控哦，不管是追剧的时候要拿来抱啊，吃饭的时候要拿来靠，甚至连睡觉都可以这样轻轻的依靠着宝可梦，是不是真的超可爱？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大小。那它的大小呢，非常适中，就很适合女生啊，可以放在大腿上。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啊，打电脑、打字、打字，就觉得说哦，好累哦，想要休息一下。这时候啊，就可以低头往下一看，有没有好可爱？就像是自家小宠物啊，在抬头看着你的那个样子哦。那我要讲一下这个抱枕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就是当我把这个抱枕啊，从办公室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在场女生没有一个人不尖叫的，尖叫完之后呢，就跑过来说要摸它，一摸它呢，就说我要带它回家。所以各位恋爱大师来了，各位单身男生们去想一下哦，你看你买这个抱枕呢，直接送你一个新女友，今年圣诞节就不孤单啦。波波罗波波利波波罗波，就用胖丁的歌声带你进入梦乡吧。这个就是呢宝可梦的造型连帽颈枕，像是疫情之前啊，我们还可以搭飞机，或者是从台北啊搭车到高雄那种长途车枕。我要是没有带到颈枕啊，我真的会原地爆炸！你能想象啊？你看你隔壁那个男生哦，睡得正舒服的啊，你呢，要么不就是半梦半醒，不然就是啊好不容易睡着，靠在人家身上，那口水还在那狂流，多尴尬！可是你今天要是带了这个颈枕啊，就完完全全不用担心影上。状况哦，除了交通用之外啊，我觉得居家用也非常适合哦。因为像我们常常低头滑手机啊，久了之后脖子这边就会有一条细细的痕迹，那个叫什么呢？就叫脖纹。脖纹又称什么呢？泄露你年龄秘密的隐形杀手啊！所以戴着它了之后啊，你就可以抬起你的头，下巴就不会再黏着脖子啦。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扎实的厚度。那这个久了之后啊，也不用担心说，棉花会不会跑偏。位置歪掉，整体摸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舒服、非常滑顺的。再加上、它其实是有一个连帽的造型设计，刚好呢可以遮住你的顶光，让你享受一下这场舒服的睡眠。就是要带你去哪里呢？就是要带你去舒服的国度啦。那我就要陪伴着胖丁的歌声进入梦乡喽！宝可梦造型后坐垫来喽！这一款啊，真的是我觉得在外租屋啊一定要用的好物，因为像房东啊，他有可能付了咖啡桌，有可能付了沙发，但这两者啊完全都没有让你好过的意思哦。要不然呢，就是咖啡桌太低，你吃个饭还要在那边弯腰驼背，有够不舒服；不然呢，就是沙发陷得太深，完全靠不上咖啡桌上。要谁出场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宝可梦后坐垫啦。那这个后坐垫非常扎实之外啊，它其实下面呢还有防滑的设计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吃饭吃一吃啊，会不会直接给它重力摔，完全都不会有这个状况哦。还有一个点啊，它是可以拆卸，拆这个外套拿去洗的。你们想一下哦，外罩拿去洗，坐垫拿去晒，明天呢又是新的一天啦。宝可梦法兰绒单人毯，除了大家知道啊，可以居家用或上班用之外啊，其实露营也非常好用哦。像是旁边的同伴们啊，可能是拿厚外套啊当棉被，要么不就盖上半身，要么不就盖下半身，就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。可是你有什么呢？你有这个法兰绒单人毯啦。那还有啊，当大家可能穿着大地色系在拍团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有亮色系的皮卡丘法兰绒毯，就是要你做万绿丛中一点黄啦。
那这个法兰绒毯呢，它非常特别一个点、啊、是它的收纳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它的收纳袋呢是宝贝球跟高级球的造型哦，是不是真的超 Q 的？所以不管啊，像是可能女生在办公室的时候啊，觉得哦好冷哦，你就可以拿来披在身上。那或者是呢，我们想要啊，好不容易下班了，要窝在沙发上，也可以盖着它。最重要一个点啊，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露营，如果今天没有枕头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收纳进去来当枕头，或者是啊，你觉得睡袋很脏啊，哦，觉得不好躺的话，直接一摊下去，哇，今天又是一个很好睡的一天呢。宝可梦头枕型三角靠垫，其实我一开始收到它的时候啊，我就心里面想，这么大的东西到底要怎么用？你说拿来当枕头呢，好像有点太高；拿来当抱枕呢，好像有点太大。可是这一些呢，都不阻止它成为热搜的关键之一哦。其实它就是要让你一枕三用。可以看到啊，它其实有三个角，那就可以拿来抬腿、撑腰跟舒筋骨啦。选择你喜欢的角度呢，把脚放上去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那或者呢，你比较喜欢高一点的，撑住你的腰部追剧也完全不费力啦。最后啊，就是我最喜欢的，你可以呢把它放在床上，那你人平躺上去，一定要记得哦，凸凸的地方顶住你的腰，让人啊呈现一个拱形状，这样子就可以舒展啊你今天这一整天工作的压力啦。那我真的要讲啊 ，Hola 真的非常的细心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这个外罩、啊、也是可以拆下来洗的、哦，就是要让你轻松用、轻松洗，不用担心啊会不会放在床上长灰尘啦。这个啊绝对会是你回到家最期待用的豪机哦。冷冬不孤单，就让宝可梦陪你一起过寒冬吧。以上介绍的五项好物啊，就赶快推荐给你身边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好姐妹们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变美资讯的话，就记得来追踪 HiFi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芝芝，那就跟着我一起来 Give me five。